阿贵，好，今天奖金搞不好再加种子的话会三万哦。如果才有自摸多的话，啊，因为东东八千七就很多了，因为我们一台才一百。来，现在是你累积的。阿贵，你累积多少？你闪，你闪，你亏蒙了。嗯，好啊。哎，十四，阿看十家的牌。阿贵，阿玲，全新。 孟子，阿贵之赛，阿财，顶炸，黄，南，北风。 西风，阿南，好啊，西风，一鸟，东，碰，发财。 八饼，九饼，九饼，九万，六饼，发财，七饼。 二万，吃一只，三万，一万，吃一个，五万。十一只，六条，二饼，九条，五条，一饼，八条，四条，九饼，小鸡，火花。 会摸到这个牌，六条，吃一个，输了，不知道怎么打，怎么会这样啊？ 打三，三饼，对，你又知道我有，我打三饼，我刚不讲，这是通灵耶，大饼，那我可灵，那我再打七条，碰，还碰得到哎，快乐，<笑>看清楚哦，对呀、啊，我看一下，二饼啊。 没有二饼可以打，五饼啊！等一下，我想，嗯，
好，我明天走。搞定。那八点的是呢？哇，对倒。八吗？找到六八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啊，他说要打八对。那你干嘛听他的？因为是因为他相信他，我就尊重长辈，念到了，尊重长辈，尊重长辈，尊重长辈。应该打八饼，对不对啊？五八就是要猜八，他就说尊重长辈啊。同时念说你有而已，我太畏惧你了。因为八已经对，一开始你刚才就不应该听对倒，就要听卡士饼。我就说我刚是在开玩笑了。好了。这个我自己也觉得应该打八，就是屁虎，好吧。好，南风逆转胜第二把，我的庄家十三，来看四家牌，庄家徐乃莹，好，晨曦、孟姿、阿贵，来，西风，蓝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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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风，北风。北方南北南白皮小白东东小饼碰二条，八条，是二饼，碰大饼，一饼，二饼，发财碰。一条红中三万四条八万这几家五条五万，都不要。七，自摸啊！哇，那么快，刚死，自摸一台两台。好，南风逆转胜第三把，哎呦，赵梦之摸了一把，所以他过关的机会很大了。你们两个一个被淘汰了，除非你们自摸来。十一，我看四家的牌。好，晨曦、孟姿、阿贵、阿奶、来晨曦、蔬菜、东风、碰的、困难打掉。北风、花、二条。西风，南 M 巧克力，南，八筒，北风，七筒，西风。一条白皮三饼，哎呀，分四去了。北风八万，南风六条，四条。第一个三万，
8万。发票。小白。好。西多。大补。五万。空着。二笔。七只，三五跟的，七，六米，六个，二头，才二点六，太多牛筋了，七饼，哦，不，打牌，下定，马上破，马上退。马上很顺，双三花，庄家三台。现在是我们南方的逆转胜最后一把，报告你们三位的积分。好的，孟姿呢是5700，阿贵是4300，然后晨曦呢是5900。哎呦，你可能有危险哦。那5700，你5700到5900，所以他跟你还也差多少？差1400。那一台就来回就1400了，还是要小心啦。你庄家来，你庄，请按啊，对，你啊，最后13，看四家的牌。好，孟姿，阿贵，阿里，好，晨曦，好了，孟姿出彩，大白庄，9条，换我一个，好。8条碰，今天的南风碰，你们三家玩，我休息，你喝个茶，发财，没有啦，没了，还是我的9饼，发财，发财，有啊，哎咻。6万，吃一个，红中，白皮，一笔，10000。3万，中，东方，碰，3笔，9笔，2条，2笔。Again， 六笔，碰，五笔。哎，这个还用找？碰这个东西，4700吃不到，6笔，1条，9万。发财，4万，西东，3条，好，哎，再没有时间，真惨，7条，结束了，啊，白皮庄家2台，老牌，2台900分，还好。因为你放给我是
还好，还好，因为我没有加，你有扣。嗯，如果你放给他，那就不行了。OK， 所以你只有扣了900分。刚刚阿贵落后你1400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阿贵不好意思。啊，我们不能过水，分数不够，要不然的话我会过你水。所以我放得漂亮，我放得漂亮，厉害，技术放好。阿贵，南风淘汰。好，现在我们西风冠军战，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。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